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那还不是心疼物业费？什么心疼物业费？只是一心超越。敌军，你这理解可能有问题，我发现。全军出击！那理解不行，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抛弃。女警，女警来！女警！我们活跟我直接往里进来，跟我直接往里进！那都剑圣都过来了，还不往里进？我踩住！平 A 闪现点燃平 A， 还好我够长。站起来，再给我打一场！想要上战场，打眼了！我踩住！平 A， 这玩意儿还敢在这？哎呀，这剑圣！漂亮 ，nice， 零换三，可以接受啊。真爽，剑圣说了，真爽，看见没？真爽啊！剑圣爽了，他说，我也挺爽的，我两个人头。凌厉的长枪。你看他往草丛里边抠，我再出来，我踩住，接平 A， 哇哦，这个抠加平 A， 我打的有点疼。越打可能有点难哈。他们从天门离开了，战争，大地上的死只有杀戮。你这最好是留一个 Q 跟我，他如果一直 Q。一会儿我上去的时候，他没有 Q 就比较难了，你知道吗？人们呼唤着所有的命令，升个三也可以。他们内心。那小法师位置比较靠后，不好杀呀。小法这种英雄蓝肯定不太够，他如果这么放技能的话，这里头有眼儿啊，我就查个眼儿吧。别往上踩！哎呀，算了，换一个吧。哇，扎平 A， 平 A， 就死吧。兄弟，这要是都能害死了，那确实有点不应该了啊。演不演不？
这要是还能都死了，确实是不应该了。每一下心跳的间隙，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其实我觉得这小法师挺克我们这潘森的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我直接踩住，哦哦，接砸，接平 A。来，我踩住，哦哦哦，接砸，四个药。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我闪现踩住，哦哦，接砸，完了，打麻将啊，这咋不动了呢？尝试一手点一下小法也行。人还真不多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人要是没有尝到热度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你好像没有鞋吧？我踩住，再见。没有什么，溜了溜了。打了劫一个大，还可以啊。那小丑，小丑，上面那小丑。因为那时的环境比星辰哇，维克托掉线了。哎，维克托，维克托连上来了。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。还行啊，不是纯掉的。你挺狂啊！只要你坚信战斗的价值，就不存在失败。我帮你扎一下这小丑，我踩住，来。我帮你挡着，才能论定。去当总路。扛进最沉重的是一条性命。这劫挺装啊！我虽然我不知道他在这干嘛，他在这等。荣耀褪色，化作血痕。但确实是有点小装啊。是我们的倒影。过往，这小丑攻速挺快。哎，这小丑是卡 bug 了吧？怎么重印攻速这么快呀、啊？
他没有攻速鞋，他假身攻速有点快，拆呀、啊、你别先 Q 啊，你先 Q 我还怎么能啥呀，踩住哦，点烟剑扎剑平里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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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都是僵尸，不好杀呀！还好我给他挡住了啊，可以接受。我直接踩住 A 接炸接平 A， 跟我对狙，不行，今天这小法师我必须杀了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，我就跟他换了都行。哟，我扎！哎，咋扎？哎，这也行，打个闪现不亏，不亏呀！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大招换闪现，那不是血赚吗？踩住，闪现扎，右边，前死，我扎，刀剑相助。帮你补个炮车，中路你自己猜吧。我们下去杀 ADC 啊！那边你俩可以打。来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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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踩住哦，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。这女警啊，就跟一下就这么费劲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半身不遂是不是？那点了一万个信号了，都往前点呢，你就跟他点呗，你有啥好怕的呀？在我脚下，这人咋这么多呢？我天！我再来一个，反正我也输不了，再来一个。哦，好意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龙城，不知道活路。咻！咻！先杀 ADC。给剑圣刷新了一波 Q 技能，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。你名字传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Rampage。啊，没关系。
那小丑再敢飞我们，我们就直接杀他，不给他任何的机会。来个针眼儿，墨迹十二级，剑尖九级。剑圣应该是够呛。四个人啊！击落千丈，便可再度攀登。在这等一会儿啊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人来，比如说小法师这种的，我们直接能把他秒了。好，走过来，我直接踩住，剑扎剑平平，突突突突突，咻！我看上这个双 buff 了，主要是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耻辱再也追不上我。跑？往哪里跑？嗯，跑你可跑不掉。我闪现踩住点烟，哦，这炸剑平 A。我追你到天涯海角，我的爱人。剑圣快过来，你快点过来，我给你吃个冰。我踩住 A 接扎，接扎，再接扎，不行，别来了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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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咻，别来了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他后边指定有人。杰肯定来了，别给我点。那杰没在他后边，他敢这么跟我玩吗？看不着，那杰刚从上面出来。我踩住 A 接扎，接平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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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咻！我踩住。回家了，确实不在。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来，他就是不在。他能让我看见吗？他看见我，我不跑了吗？人家也不是傻的。他没出来，不代表他不在。这个杰刚才是从这个位置回到中路的。那我问问你，他从家里边出来用多长时间？其中他都干嘛去了？如果他没来，没来下路的话，他能去哪？不要老跟我犟。我跟你说，后面有劫，他就有劫。我也用不着看回放，因为你也知道后边有劫，你就是想跟我犟一下。那你赢了行不行？你赢了还不行吗？算你犟赢了。哦，这么多人，
这鳄鱼出个日炎呢，我这咋这么幼呢？哎呀，这 ADC 不给打，哎，我咋没出门呢？哦，打个大龙吧，这波可以拿大龙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来，俺俩把大龙打了。我打大龙打的我蓝都没了。我先治口死，然后我去把蓝 buff 拿了。上路的剑姬去哪儿了？我想知道。早点 E 呀、啊！哎呀 ，E 的这么慢，我寻思他能厕所回城呢。先去藏俩眼儿。嗯，咻！踩住 A 键，突突突突突突，把致命点呀，接他啊！一技能一快了，说实话，关键我没寻思我们家队友伤害那么低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一个劫怎么的，他打我，他也不能把一套技能打完才能把他打死吧？失策了。区区确实是低，先直接来个青云是吧？现在特别喜欢出的青云，巨人杀手。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，致意。哎，我纳了个闷儿了，为什么这个？哦，加减系统。这个护甲穿透为什么比这个护甲穿透高5%啊？那凭啥呢？怎么死的？我怎么死了呢？没看见人，没看见。刚才小丑什么时候来的？分神了，分心了。哦，我杀一刀。我感觉剑圣打不死这一个。剑圣的 Q 吸力很长的。我来了，咻！扎踩住我点烟，
再扎。我会记住你，漂亮。我踩住哦，点人家死。鳄鱼还可以哦。这么卡，今天是卡。